听到火烧山，大家拢会想到讲，这是对生态会造成影响的。要唔过呢，其实为着保护森林，有当时啊嘛爱靠火来做小型的野火，和放火来烧山，把一寡无火物件烧掉，安尼会当防止这真正火烧山的时火一烧就袂烧衰。其实火买当促进森林生态循环。在美国东南部有很大片的灯叶熊树那，像这时阵有到36万平方公里，因会当提来做加固建材，经济价值真高。因为这几年森林野火威胁增加，真侪地主就开始用切掉烧树的方式保护树那。We burned to protect those turpentine trees from wildfires because they had sap on them, they would burn up. So you had to use fire to protect your turpentine tree.切掉烧毒是一种预防性的措施，在你人会当控制情形下，引发小型的野火，甲森林内面一寡较多的物件，包括青阿树、杉阿树、树枝顶头的树枝，还有附近的杂草甲灌木丛，减少以后发生大型失控野火机会。烧掉了的树枝表面有烧草带的痕迹，因故会影响叶生长。过去森林内面繁殖得真强，会排斥其他生物的落着顶杂草，怎么拢无看到啊？2-foot burn scars, burn marks on the trees, because that's as tall as the fire got. There was not much fuel, so it came through at this level, burning everything up. Now, because we have so much fuel in the forest, it's catastrophic fires. But this is what we're trying to get back to.这种切掉烧毒也当促进森林生态循环甲平衡，因为有一寡青阿树的旧果，就爱温度高才会瘪开，或内面的籽喷出来。因若甲地层的植物烧掉，会当让土壤腾出来，或一寡树仔的籽有更加侪发芽生长的空间。但是这种切掉烧毒就爱经过规划，爱伫咧野火季节以外的时间，考虑到天气，伫适当的风速甲稳定大气情形之下进行。美国民间林地地主怎么做一个？切掉烧毒协会希望尽可能串联扩大范围，北卡罗来纳州有一半的县拢已经参加。另外，伫加州珍贵红杉国家公园，一个东南部国州也拢用这种方法伫咧保护林地。公司新闻，徐慧中编辑。